定是看好就好啊。今朝呢，阿拉请来了两位上海话老法师，一位是于老师，于老师是上海话专家，伊是讯飞输入法上海话政治的顾问。嗨，大家好，我叫小鱼，大家叫我小鱼就可以了。这个老网友啊 ，Feed 吴语学堂的 Feed。今朝呢，其实阿拉还是要走上街头。然后我们问了从60后、70后、80后、90后，一直到00后，老早交交关关上海的朋友，问伊拉一眼上海话哪个讲法子，是吧？所以辣那节目之前开始之前，阿拉先有几只问题要问一下两位老师。阿拉上趟做了一下，引起了蛮多争议，就是续约费。阿拉应该正确的读法应该是哪个样子？于老师侬上课？正确的读法就是续约费。续约费，但是网高头有老多朋友啊，因为续约费跟普通闲话里像续约费是完全不一样的。没有相似之处，所以讲有老多争议，我想读一读，阿拉大家稍微解答一下，好吧？有人讲呢，就是讲你这是典型的生搬硬套，一门语言最基本的功能是要和同样说这个语言的人顺利进行沟通，让对方清楚你要表达的意思。你认为的发音是标准的，但别人听不懂，所以你这个标准就一文不值。所有汉字其实在各个方言里向侪有自家独立的一种发音。咁么回到阿拉上海话里向，阿拉可能会得觉着搿些字。好像是比较正式或者是比较标准语里向的，但是其实上向呢，譬如讲阿拉个爷娘，阿拉祖父祖母一辈，会得单位里向用上海话去拿起一本夜报，拿起本报纸去读，搿就说明伊拉当初受的母语教育是用上海话去读搿点汉字。搿其实能反映出是啥物事？首先，所有汉字侪辣上海话寻得到音的。既然所有汉字侪辣上海话寻得到音嘛，其实上向硬读其实是可以做得到。就是讲，经常阿拉小年轻个闲话，就经常会得。讲点上海话，讲点普通闲话，但是辣海方言文化保护了比较好的地区，像等广东闲话，伊拉就是讲广东闲话，不会得讲普通闲话。所以讲，其实搿也可以证明，就是阿拉所有的普通闲话里向词汇，侪是可以用上海话读出来的。对啊。而就是讲续约费搿三只字，老早没，勿代表阿拉上海话就勿能去读伊，就算要读，也勿会得按照普通闲话读音去读伊。就比方讲续约费，阿拉就勿会得去读伊续约费。阿拉还是会得用上海话读音去把伊读成续约费。那费的有个眼朋友呢，伊拉就会得讲续航里程、续集、续杯，那要怎么读呢？他就不信了，他就觉得不是读少。我觉得还是应该读少少。很多人的这个上海话的水平已经不是很好的，所以人家听不懂，不代表不应该这样读的。这是我的想法。所以要不你来读一遍续航里程。说完你这样。续集所见，续杯所对。我们接下来就进我们这一期的主题吧。我们今天准备了三个词，我们来看一下街头的这些朋友们他们读的正不正确。容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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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容易啊，容易。比当，比当，比当，比当。锐利，锐利，这我不会说。搿是啥么子啊？结棍。锐利，锐利哪讲了？老锐。锐利，锐利，锐利，锐利。侮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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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侮辱啊！侮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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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侮辱。第一个词容易，这个容易这个词呢，我看到街头有两种说法，一种就是完全音译，就泳衣，一种叫比当。所以这两个拿过的阿里这是怎么想的？我觉得都是对的。对，有的人会讲泳衣，有的人会讲比当。但是如果你要就是你让人家读容易这两个字的话，应该是泳衣，不是泳衣，不是泳衣，不是啊，泳衣。那于老师，阿拉平常上海话队伍里向会得讲到泳衣吧，还是一般性就讲便当？便当闲话，阿拉譬如讲，哎呦，就譬如讲家长辅导小囡讲，搿道题目讲便当，侬哪能也做勿出来？搿是口语里向比较当中，但是呢，泳衣搿词，我老勿用，书面闲话讲，我老勿用伊，侬勿记得搿个辰光侬去讲，我老勿便当了，去买一条。我弄比上就有点就是有点挑戏啊，就是有点搞笑了有点。那阿五列这词啊，锐利，搿只是我也老吃勿准个。我先谈谈我想法，
锐利，因为我记得我小辰光学数学课的辰光，老师会得讲大学水国水国，是不是应该是水利啊？搿锐利应该是水利，水利应该读水。比如说你要说一个刀锐利的话，可能会是。我好像听到过夸的夸啊，那讲夸夸，上海话也不都也不大会得讲到搿只词。于老师呢？阿拉只有辣辣数学课里向会得讲到搿只数，比如讲数高三三角形，交关个词汇就讲到数学费或者讲数倍，那自家想要看手续两个字是不是读手续？葛末交关是㑚好去推个呀，就是讲侬想讲侬小辰光数学课数高三角形，葛末㑚去推锐利，葛末老便当锐利，㑚有种人会得搿锐利个利。七个章，我想，我在想是讲算力还是算力？我想看这是利用利用，哎，根本就利益，根本就老吃得准的。阿拉才会得有辰光去倒推一下，但是像阿拉老一辈的搿眼长辈，伊拉其实还是凭直觉直接就讲出来。嗯，那我觉着锐利搿只字呢，其实上海话口语里向是老少的，搿种还是私密。比方讲，报纸高头写这把刀很锐利，侬就勿会得讲搿把刀老快的，搿就老快，侬就直接可以读成搿把刀老锐利。好，阿下来只字哦，侮辱。搿只字我觉着应该也勿存在啥口语或者是私密，就是我侮辱你，或者我感受到被侮辱了，对吧？非得侬觉得应该哪个？侮辱，侮辱，辱，侮辱，侮辱，侮辱。于老师侬觉得是伐？我数勿上，数学的，搿只字我也勿大数学。因为上海我，哎，侬哪会晓得？因为就是我做了很多调查，嗯，所以我记得。对，我们在接采，我们在外面采访的时候，基本上是没有人读对的侮辱。对，因为上海我，勿会得搿能讲。跟人家讲，但是我觉得搿只是普通话里向用的，搿场景频次还是相对来讲会得比较高的。嗯、所以讲，其实那同样辣海上海话里向，我觉得还是有搿种场景。现在可能小朋友才会得讲，侬侮辱我，嗯、就会得用普通话直接讲了。但是阿拉今朝就是要告诉大家，侮辱其实是搿能介读，再读遍。侮辱，侬再读遍。侮辱，侮辱。好 ，OK。阿拉搿期节目呢就到搿搭了。如果侬欢喜上海话，如果侬想支持了。那请帮了第一次加一次关注，谢谢大家，再会再会。 1,2,3,4 我叫王立超。